清芳，是纯情红玫瑰，青春花丛，我爱你几世纪。将阮的心肝交你，接受你全部真意。安尼发生这个代志啦，天下啊！阿嘿，阿妞哦，已经去看杨花姐啦，到你妈没回来，唔知啊吼，是朋友人阿无啊？弟啊，我话讲，你拄才去银行啊？我已经摕票摕回来。是的啦。拢是我视觉差，才发生跳票这个代志啦。天上啊，这个客户是烟花节来的，伊咧做生意比较较无经验，所以才会去用跳票，袂用怪你啦。等，跳票是哪个？阿杨已经讲吼。我老在落到那里，公司客户跳票，你是怎样啊？手放开啦！你阿娘讲要创啊？迄个客户啊，不是天上来啊啦。卖假，好鬼明明就讲是大阿仔，佮讲无。呀，杨眼睛，你莫生气呀，放开呀！我跟你讲，迄个天上吼，去甲樱花节吼，收迄张票，正安公司直销啊，啊哦，迄票是樱花节的客户啊，唔是天上的呀。阿妈讲话讲较紧呢，大事都认真是代志哦。这个，安尼你了解吼，是樱花节啊出错，唔是我的关系哦，甲你有关系嘞。这公司哦，你嘛股东伫个啊，啊这员工哦出这种事哦，你督导不周，你有责任。我承认啦，就是我督导不周，才来发生这个代志。哎呦，你啊，啊你流票跳偌济嘞？2万5啦。哦。我硬硬2万5元啊，无贵啊，无安尼吼，咱公司哦已经算是重量重的耶。2万5，你敢要讲好价钱？2万5足多呢，我一工收有遐几百块尔，2万5我还开偌久你知无？我咧讲，这条一条拖转来嘞。有啦，我今日也拢去迄间公司遐了解看卖啊。安尼后日有闹人是无？哎，这个兄弟啊，阿伦，怎样安怎？我有去因公司遐查啦，结果迄铁门拢关着来呢。好，哎，我知啊，已经是下班啊啦。不要紧。明仔载我参你去因公司啊，甲转。我跟你斗阵去。恁讲的拢唔是啦，我去迄间公司的门下口哦，看足侪厂商围伫遐呢。我甲伊问的时阵哦，因甲我讲，迄间公司根本就是空壳的啦，迄内底的物件哦，拢搬完啊呢。雪特，妈，要叫我甲你做伙啊？后发哩，等年工哦，阮翁来哦，趁较有钱哦，啊，我唔只好都约西去，迄个时阵再甲你提啦，吼。哎呀，英华！哎，拍手，有人叫林刚刚哈。林英华，你来叫伊出去呢？伊出去还袂转来。董事长，你什么代志？那气喘喘。跳票啊，当然嘛气喘喘。啥？跳票？阮人走公司就跳票？不是英华姐啊，甲公司招票跳票啦。哈，是英华姐啊，叫的客户跳票啦。哈，安尼是，还是跳偌济？2万5啦。欸，我一天收费才几百块而已，那2万5你才投你美女，我能喝多少罐无？若要喝是喝美女还是喝小薰的？若小薰的我是较下味啦。我喝你阿嬷。哎呦，你碰到几个笑想要喝酒啦。哎呦，你是怎招客户的啦？啊，莫目睭三黑的开票你也甲收，你看你这摆甲公司跳票啊，看你要安怎，你要安怎负责啦？跳票？嗯。天长，是不是我讲？甲客户收的2万5迄张跳票，嘿啦，唔然安尼咧，阿伦去因公司看啦，迄间公司是一间空壳公司啦。是啊，哎，有啥客户啦？啊，这对方是啥物？是毋是早起是毋空壳拢唔知啊？你有？我哪会知？我是讲公司甲我订会，我阿三日呢会还未到，啊票就开付我，我怀疑都未，我哪会知迄间是空壳公司？即嘛讲这拢无效啊啦，上要紧的是吼，对方住的地你知影袂啦？啊是讲有啥物电话会用联络着对方啦？我嘛唔知因住伫倒，我知一间公司尔，袂要紧，我来公司甲找伊。我即嘛是啉空气啊哟，你着晓讲空壳公司，你要来找啥物啊？找鬼呢？
安尼我是要安怎？个人作业，个人打，什么人客户想打？阿根哥哥将棒给了，对不起。萱萱，不要紧啦。乖乖乖乖乖，来遐坐遐坐。哦，这两个囡仔是足有礼貌的啦，啊，一个做唔到代志哦，不要讲会对不起。啊，就种不等的啦，讲袂要紧啦。这是爷爷叫我甲阿忠哥哥，不是嘞。哦，啊，不过我听讲哦，迄台遥控汽车哦是天上来算的呢，啊，算到才摔落去溪底啊底，啊，不是你算的啊，啊，应该来现世的是恁爸比，也不是你啊。嗯啦，碰碰伊啊，啊，伊那不是超工的啊，卖阁回家啦。时间无早，无你先甲阿强先去洗洗好唔？嗯，好啊，阿强，伊要带你去洗身躯吼。好，萱萱拜拜，阿强哥拜拜。来来。阿伯，破伊还够想洗不暖呢，伊讲的话你莫甲伊计较啦。哦，你讲也无唔对啦，问题是阮这口罩的人，将恁恁台遥控器做吼，每一个才全落去池底下跌落来啦，所以阮这口罩每一个人吼，拢有责任来甲恁回失的啦。啊，那你讲啦。对啦，阿伯只有准备一包红包吼，要甲恁老爸回失的啦。啊，看恁阿强吼，要爱什么玩具，才麻烦恁老爸吼，过去买一项玩具转来给阿强啦吼。阿伯，唔免安尼啦。哎呀，爱收起来啦。啊，若无吼，恁老爸为着这个代志吼，唔知要搁冤偌久嘞。好，收起收起。我是讲你等来啊。哎呦，乖哟，我有礼貌话，拄啊拄人拢会叫我嘞吼。嘿嘿嘿，都不存在是啊你。恁大头仔甲强凡左先生吼，算阮阿强的遥控器吼，算一下，啊，总的是你啊的，你这代志看你怎处理。人阿伯专工来厝来甲你回信的，还佫包甲只红包只大包要赔你，安尼敢无够？大声要创啊！这么有心意，到底是啥？到底是啥嘞？钱我就多嘞。我一定，你爱了解哦。卡叔讲哦，咱家若有人哦，去互因七口罩咧，害死来讲。啊！敢讲伊提钱来，呼呼就准倒煞哟！你也了解呢？我甲阿强甲遥控器出去培养偌久的感情，这感情敢是用金钱买得到？这太让我痛心了。错批也是啊！啊，但即摆迄台遥控器出都已经落伫阮的耳底啊底啊，顾也顾袂起来啊！啊，无你都爱我安怎做，你才会欢喜？那你会当做啥？免，你啥物拢免做，因为咱两个哦有六十几年的感情，咱是六十几年的老朋友安尼哦。啊！你是不是带念着咱这个感情？你就安尼要原谅我？原谅？呸！我袂爱你，因为欠我一个人情嘞。哎，好啊，老爸，莫阁创治阿伯啊啦。我当时要创治，你看我的表情，我就是非常严肃、非常认真咯、哦。倒不如你会记你，我欠我一个人情就对了嘞。啊，左先生。歹势吼，这代志跟你无关系吼，是恁爷爷欠我，恁爷爷这世人拢欠我一个人情啦吼。晚安，要来困啦吼。大家晚安。哦，晚安，晚安。哎呦，因为欠我一个人情哦。别。这是完整的哦。Vicky 哦，开门哦。哦，来啊。哦，呼呼，小哦。来，你上爱食杂菜面，请用。爸，多谢。嗯，啊，多谢啥啦？你这几天哦，为了准备联考，拼到无眠无日，逐天甲我读到遮晚了，家己身体要注意。爸，我知啦。该休困的时阵，我会休困啦。知就好，好、哦，来来来。请吃吃爸，有一件代志，我想要跟你参详。啊，是搁什么代志？啊，无你讲看卖。
卡输即摆哦，若阁考了无理想，我想讲要放弃啊，无要读册啊。我哦，我是袂勉强你一定爱读册啦，吼。啊，毋过你若有迄个心想要读吼，不管大学硕士、博士，还是出国留学，恁爸拢甲你应付甲教。啊，恁若正经讲想要出社会做事哦，我嘛袂反对啦。啊，问题是吼，咱这个时代、这个社会无同款啊。即卖人也是爱读册读较悬的哦，出社会才有法度甲人比拼啊。啊，不过即卖若搁读大学，爱开钱呢，这对厝内来讲是一种负担嘛。拜托，咱少看钱啦，恁爸有法度开啦，了。啊，我即卖搁会赚，毋是袂赚啊，了。你若正经为了钱无要读册吼，把电脑变面哦。来，我即卖安尼讲吼，一方面就是尊重你家己的决定啦，啊，另外一方面就是把阮做事大人的意思吼，提出来给你做参考啊。啊，当然哦，天下父母拢同款啦，大家嘛希望讲家己的子孙啊，书会当读较悬的，事业会当做较好的。所以呢，你若有法度读，你若有想要读哦，上好是继续甲读落去。你看怎样？好啦，我知影要怎做。哎，阿娇。哎，阿西啊。啊，你不是讲要煮宵夜给美琪吃？啊，伊哪会无吃啦？我恁两个煞徛伫咧遮开讲啊。好啦好啦，恁母啊，你念啊啦，来来，吃啦吃。你吃啦，面拢烂起来。这回皮特送的啦。我知影是送的啦。唉，一天到晚就你送花，那搁继续安尼送落去吼，规气海产店甲收起，咱来开花店，还搁免本钱。嗯，有道理哦吼。有咯，哪会无？哎，我都要闭目咯。安尼哦。无啊。啊，等你先啊！你不是讲要找个变身啊？你又搁转来？我有去啊！啊，铁门关了啊！啊，铁门关，你就转来，免继续找啊！是要去倒位找啊？海底望尖哦！啊，若真正海底望尖哦，你搁叫你做，你嘛要跳落啊！但你讲的什么话啊？这代志发生，敢我愿意的吼？我若知影会送伊，啊票开花，啊票怎跳？哎，怪你啊！目睭糊啦吧？迄别人白白做生意就袂安尼先，你头一摊生意尔，你就转个变身啊？变神啊！敢有写你下头讲我变神啊？啊，咱哪会知影讲，甲伊做生意，好人伊真大方呢。甲咱讲尔，货还袂送互伊，迄票就开予咱。咱是讲拄到好客户，啊无是要安怎？要怪就怪你家己啊！食到几岁啊？社会你有够安尼生，好歹人你就看无啊？对啦，我好歹人看无啦，呾呾项代志拢看唔对啦。我目睭叫喇叭糊去，你有欢喜无？有爽无？啊，安那，你生意你唔对，安那，钱咱要赔公司安？爱赔啊？你是摕人啊？哎，哦，你讲个甲咱唱歌同款嘞，哦，我赔了人，你钱摕来啊？我哪有钱？这个家吼，自头到尾你咧做主啊了，金银财宝拢你咧花了，你无人啥物有人啊？哎，莫讲啊，尔啊济哦，代志你来，你著家己去，我唔知。你唔知啥物臭啊？我唔知。你讲个笑话哦？哎。啊，又搁是安怎啦？伫外面就听到恁两个阿母咧大细声。阿伦啊，这代志咱着搁问，宋朝有着我公司的代志，阮某一日干就是假乱啦。啊，你家己做唔着代志，搁惊人骂。好啊啦，因我即嘛，啊因我即个吼，会去互变神啊骗去吼，算起嘛是歹运啊。既然代志着当着啊吼，咱着爱紧想办法，甲对方找出来处理，唔则对。免找啦，人家公司要做这代志吼。人自早人就计划好啊啦，哈！人要安怎骗，安怎搬，安怎骗，咱也知影讲，会搬好人，去用夺走伊票条，我哪有法度？我紧啦，公司损失了，我会赔啦。啥？有三十几斤的厂商叫伊公司骗去哦。而且，警方佫讲，每一间厂商去用骗去的金额，拢伫五万至十万左右。咱公司用骗两万五，算是上少的。啊，阿娘叫阿英生气哦，一斤十万，加加斤
又有五千八吗？啊，要去哦，钱啊，偏要给钱哦。真早起哦，实在真夭寿呢！啊，好好工课唔去做，专门咧骗人的钱，这摆我抓到我们个，啊，站站忍，个上派出所关进他们身上。头家娘，哎呦，啊，恁两个这么当地来先啦？嘿，变神啊，抓到！无啦，要对抓变神啊，我哪有遐好运？嘿，董事长，头家娘。歹势啦，啊，阮翁哦都外行外路，也毋捌啊。头一遍去客户，就去遐变身啊骗去，啊，摕一张八达票，害公司哦了25,000的货。这钱哦，阮会负责啦，阮一定害啦吼。啊，当然嘛爱负责啊，对无？做生意哦，嘛只要趁到金啦，莫看到票安尼哦，爱收紧紧啦。啊，你嘛先查看嘛，讲对方哦是闲嘛是白，还是毋是空壳的？做生意三年五年就趁钱。我知啦。董事长啊，失礼啦，拢是我疏忽啦，我下摆袂啊啦，下摆我若过来邀客户，我绝对哦好好啊甲调查，因人住伫倒位，这间公司有健全无，含因家的祖公祖妈，含因祖先待伫倒位，我绝对甲摸出来，甲调查。好啦，够多的啊，你做唔到代志，特别那个讲讲的五四三拍了了。哎，歹势啦，汤诶。头家娘，我这吼总共剩12,000啦吼，啊公司25,000，安尼我算我搁欠恁13,000，啊另讲我老谈哦，我才承认啦吼。啊！姐嘛，钱你先收起来啦，这不相的代志以后再搁讲啊，啊，无得靠骗食迄个歹人，一紧就去予警方抓到啊，事后看要安怎处理，咱再搁做拍算。哎。阮昨下讲的，恁听有无咧？先互警方处理看卖咧，若运气好，啊，变成抓到，啊，货追转来哦，啊，就甲你无关系啦。我看这货若要追转来吼，阿婆啊生囝，裤头人会真拼咧。歹讲哦，即马这世间人遐尼侪哦，即马拢流行迄个现世报哦，啊，反正遐个歹徒诶，万吐水就要抓到，你受报应咧。对啊，啊，重点是讲，遐个歹徒若还未受报应。啊！我这汇款呐，照常爱赔啊！赔。这啊，依公司的规定，员工伫咧业务上若处理了无好势，互公司了钱，是爱负这责任的。啊，总共一句，恁两爿仔讲的意思就有那爱赔就对啦。我爱赔会用的啊！啊，你又赶紧想办法，变色抓出来唔就好。那讲这是这死变色啊吼！你社会毒虫啦，哈！要死就找15，要待就风甲雨，要冲过来去找无路，莫让恁爸抓到，恁爸若抓到吼，西拍南站，绝对无放伊线的啦。莫咧遐转啦，留只起来吼，赶紧抓人较有影咧。一蕊清香是纯情红玫瑰，青春花丛，我爱你几世纪。将阮的心肝交你，接受你全部。